前为什么要那么接近？因为砖的承载力量比较小，所以它要这么接近。那你看啊，它的梁不是钢筋水泥，它的梁是什么？是压舱石，是石头石啊。所以你看它一块一块的石头，压舱石是另外一个故事。请问船是载得满满的船比较安全，还是空船比较安全？哎，要满满的哈，哎，所以说你知道船，你知道如果碰到大台风的时候，那个船舱是要让水进去，才能够确保它的安全。好，这栋房子哈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有漂亮。其实在30年前，这个房子是什么？那是另外的啊，不是的，是什么？远一点拍，回头拍会更漂亮。对呀、啊。那个不同的境地，那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再拍啊，又是另外一个感受，你知道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这个都是要远看啊，但是它很可惜，这个房子现在没有人整理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房子是很漂亮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鸟瘰。嗯。